剪纸片，魔术的主角。你说的要你说不是我。妈妈，我不要。你不要，你不要。表演魔术主角出来了。哎，来吧。我根本不想练，我没带扑克牌来。好不专业。没有啊。对啊，那不是不是，那为什么要做这个魔术表演？没有啊。不是刘二宇随便乱讲的。哦，那刘二宇表演吞枪，他的魔术就是吞棒，把荧光棒弄到。不是，妈妈忘记什么过了。什么？什么过了？哦，哥哥的那个泡泡枪破掉。什么破？关灯，关灯。准备要表演喽！他说：“请关灯，关灯。”妈妈妈还好哦。你看妈妈姐姐那一圈好可爱，好漂亮。漂亮。你看妈妈姐姐那一圈，荧光圈圈。你觉得要不要跟妈妈姐姐借来拉一下？妈妈。你要不要拿荧光圈圈？粉色的荧光圈。哦。好了，现在停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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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下。你在甩干嘛？这样。有没来？